的四个面，啊，放一些设计的物件上去哈。那所以我们先把盖子旋起来，先把盖子翻回去，啊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是旋转的意思哈。那它旋转呢有好几个方向，好几个方向哈，所以你要确认清楚你要旋转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转180度。那转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在这个圈圈里面转，它会，每22.5度的这样子的间隔去跳。那如果你在圈圈的外面，它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角度哈。那当然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选了，只选起来直接输入-180或180度，这样子都可以做旋转的动作。好，然后转好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用上下左右的右边把它往右边移动，然后按个 A B C D 的 D，把它放到桌面上。好，我们再次把箱子打开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放东西放在这一个平面上，所以我回到基本造型，好，右边造型产生器这边回到基本造型，然后选一个文字跟数字哈，我们选一个代表我的名字的一个 C 好了，然后就把 C 拉出来，好，那你会发现拉出来的都会在桌面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上次说，如果你东西要放在这个地方，你就必须把工作平面先拉出来，放掉。好，当它工作平面确定在这里之后，你才把文字拉出来，这样子你的文字就会在这个平面上。好，那在这个平面上之后呢，我们改一下它的大小。好，你要多大你就选多大。然后选好之后呢，我们来对齐一下哈。所以，请你把这两个东西选起来，然后这里有对齐，上下对齐，左右对齐，这样就可以摆在中间哈。好，那摆在中间之后呢，因为现在的这个文字凸出来太多。好，太多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压进去。那压进去呢？如果你是直接用这个箭头是移动位置，这是改变高度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改变高度啊，所以我直接把它往下压，压到剩下一。好，压到剩下一哈。但是其实一还是蛮凸出来，还是蛮多的哈，还是凸出来蛮多的。那所以，我们这时候呢，好，你想要再往下压0.5的话，会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因为它一次只能移动一个 millimeter 啊，零点一个millimeter，所以你再往下压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零哈，就会刚好在那个工作平台上面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因为它一次就移动一哈。那第一个当然除了你用直接输入的方式，你打0.5，它高度可以降到0.5之外，另外你可以把每次锁定的格点，就是这个格子每次移动锁定的格点，把它设定成0.5，那这样子你每次在拉的时候就可以用0.5当做一个单位，哦，0.5当做一个单位这样子跳，哦，那这样子也可以去决定你要改的这个移动的大小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把 C 放在这边了哈。那各位记得不要凸出来太多，凸出来太多列印会很难看，会失败，因为凸出来的地方会往下掉，啊，所以造成那个形状就会很难看哈。好，那这一个图案呢，我们是让它做浮凸的动作，啊，是做浮凸的造型。那我们换另外一边。如果这时候我想做凹进去的怎么办？好，那一样的方法，工作平面先丢过来，然后一样拉一个 C，啊，或者拉其他的图案随便你哈，然后改变大小，然后一样做对齐，啊，选起来对齐，上下对齐，左右对齐，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？我们如果要往下挖0.5的话，好，刚刚这边已经调整成0.5，所以它每推一格是0.5。那这时候因为我是要用挖的，
所以我把这个 C 呢，把它改成挖动物件，啊，挖动物件，然后我只要把它往下推，啊，那往下推是这个哦，这个三角形的箭头哦，啊，你就往下推，这边负的 0.5 有没有？啊，它就会变成挖动的造型，啊，那好了之后呢，我们把它选起来，一样做群组的动作，好，它就会把它。真的挖进去，真的挖进去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工作平面丢回来桌面上来看一下目前的结果。这一边是凹进去的，这一边是凸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种方式，如果你想要自己画，把自己画的东西贴在上面的话，那一样可以用工作平面丢进来，然后呢，在我们基本造型里面，这里有一个自己画的一个工具哈，好，请你把自己画的工具拉出来，一样放在这个工作平面，那么它就会切换到一个平面的画图区域，那你可以自己用手，啊，用手把图描出来，啊，把它涂满，那或是呢？或是使用这个是绘制造型的方式哈，你把你一样用手把区域涂出来，好，它就会把它涂满哈，涂满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剪掉不要的部分了哈，好，假设你这个地方，好，不要的地方把它切掉，好，所以这个是需要的部分，这个是不要的部分，是可以剪掉的哈。啊，假设我要弄一个空心的，那我就再画一个小的爱心在中间，啊，这样就变成一个空心的哈。啊，你这平面的图画完修完之后，啊，修完之后呢，按这里按完成，它就会把图呢贴在你的平面上。那一样，这时候可以调整大小，啊，位置，啊，然后决定一样是要做。这个挖动物件还是实心的物件，那我们还是用实心出来的物件好了，然后高度 0.5 就好，所以我直接用改的 0.5， 好，所以它会凸在表面 0.5， 这是用手绘的方式去做处理，手绘的方式。再来我们要讲难一点的，好，剩下这一个平面呢，我们来利用Inkscape 那边的向量图，直接从那边把图抓进来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平面的图变成立体的。好，这时候请你切换到 Inkscape， 好，切换到 Inkscape，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，直接自己画一个图，啊，假设我要画一个五角的星星，啊，五角的星星。然后呢，或者六角的也可以哈，七角、八角都没关系。好，我画好一个形状，画好一个图案之后，我档案这里直接储存。那这时候 Inkscape 储存的档案是向量的图档，哦，是向量的图档。好，那你要注意的就是在副档名它是 SVG， 好，这个不要改哈，不要改。然后你给它一个新的名称。然后存在哪边自己要记得哈，好，直接按存档。那存档之后呢，这个八角的星星呢，就是一个新的向量图。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做汇入的动作，啊，所以我们一样把工作平面放到这个平面上，然后做汇入，啊，做汇入，那就去找我们刚刚画好的这一个，从 Inkscape 画好的这一个平面的图。好，那开启之后呢，按汇入。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哈，从 Inkscape 那边汇入进来的图档，它没有办法放在这个平面上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因为Tinkercad 里面要把东西放在工作平面的话，必须是这里面的物件，好，就是套件库里面的物件。那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本身它没有在里面，它就不会在汇入的时候是可以放在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用另外一个方式，
请你先选到你汇入的这个汇入的这个物件，然后在基本造型这边，请你点一下哈，请你把它选到 You， 就是我的最爱这边，这里有一个 Part Collection， 就是你自己收集的物件，好，自己收集的物件，所以请你点一下自己收集的物件，然后直接选建立零件。他就会把你刚刚选到这个星星呢，哦，然后你放在你的那个物件库里面，当做一个新的零件，啊，所以我在这边给他一个名字，给他一个名字哈，然后直接呢按储存，好，那直接按储存之后，这个八角星就会在你的零件库里面。那东西只要在你的零件库之后呢？你只要工作平面放在哪里，你这里抓出来的就可以在平面上，所以这时候我就一样跟刚刚的步骤就剩下就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可以调整大小，好，然后一样呢，我可以把高度降下来，好，降下来，然后我如果是要挖进去的呢，我就把它变成透明，好，变成透明物件，然后把它往下压，好，负 0.5， 输入的也可以，好，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挖洞的，好，挖洞的，好，所以一样可以做对齐的动作，好，对齐，左右对齐，然后上下对齐，好，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做我们今天示范的四种不同的方式，好，那当你做好之后呢，工作平面请你放回来，好，然后把周边不要的东西删掉，好，周边不要的东西删掉，好，那这个是你做好的新的盒子，新的盒子，那我们最后把它全部选起来，把它组合一下，然后给它一个新的名字，好，5×5 的 box， 好，5×5的 box， 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盒子，那各位就可以把它下载回来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做切片。